小心，小心不要打碎了。我们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吗？可以。哦，等一下，你要先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巧克力蛋。是一个 Easter 的巧克力蛋，是复活节的巧克力蛋。复活节的巧克力蛋，但是它上面还有蛋黄，然后有蛋白流出来，是一个不同的设计。然后蛋黄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东西，是巧克力。是除了巧克力之外的还有的东西，好像是糖浆。糖浆，你看你们怎么吃这个蛋呢？哇哦哦哦，等一下，都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嘴了。哦，好吃吗？好吃。 Caramel Caramel 太多糖浆了。It is Caramel。 妹妹都不知道从哪里下嘴了。It is Daddy is Caramel。 咬都咬不开了。两只小兔子咬一个巧克力蛋，太好吃在我的肚子里面。妹妹不知不觉咬出了这么大一个洞，哇！不许再动了，不许再动了，不许再动了。我说什么？不许再动了。是，现在我们有个 Little Pony 可以打开。它的名字叫 Pinkie Pie。好，粉红色的小奶瓶，小奶瓶非常漂亮。不许抢，不许抢！哦，小心哦，好，小心小心，放在桌子上，让我们先看一下。这里是粉红色，这里不是，这里也是粉红色，前面是红色，后面粉红色一起。不要摸得太久，不要摸着它，因为是巧克力会化掉的。小奶鸡说话是不是？我要吃你！草莓巧克力很好吃，是吗？是。你呢？不要 stop eating me！ 啊！不要吃我了，我好痛啊！不要吃我了啊！咬了一个洞洞出来了。更大的一个洞洞。因为平板是一个 chocolate。它是一个巧克力。不要拿了，不许再咬了，够了够了，不要再咬了。可怜的 Little Pony 被你们咬出了两个大洞，头上一个尾巴。I hope we can make it a baby。这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，一个有大大的洞的巧克力蛋，还有 Little Pony， 还有小兔子。Cherry。
哎，跟大家说再见吧。再见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。再见。再见。我带着你们的胡子了吗？